今天我要让霸道女友乖乖听话，趁她不注意拿走她。我爸是不是喝多了呀？他不是不同意我俩在一块儿吗？现在又让我给你捶腿，又让我给你准备520小惊喜。520小惊喜？不可能吧？是真的，他同意我俩在一块儿了。啊？哎，我去拿个快递啊。嗯。你又去干嘛了呀？买啥了？我爸给我买的520礼物。你爸？这不是完美之戒的皮箱礼盒吗？我之前老看到哎。哇，这看着挺不赖的哎，皮箱是纯手工定制的吧？看起来好高级啊。哇，这么多口红啊！这六个颜色都好好看，哪个适合我？都好看。你看我爸对我多好，你看你呢？嗯，我送了这礼盒只送给三手一生的女孩哎，你还真是你爸小情人，520都不怕送你一份浪漫的礼物。知道就好，以后少惹我爸生气。爸，礼盒我好喜欢，颜色都好好看，谢谢爸爸，爱死你了。乖女儿，爸就喜欢看到你开心，你跟小凯好好过啊。哎呀！哎呦我的妈！你干啥呀？